好，如今深夜，我们赶快来看到宜兰的状况。我们记者持续在宜兰，有没有看到现在好大雨不断，甚至出现了狂风暴雨？我们记者在连线时眼睛完全张不开，赶快把现场交给记者温友莲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目前持续在宜兰这边为大家掌握最新的情况。那现在目前宜兰呢，现在越晚风势呢都是已经逐渐的增强。好，那现在目前呢，我现在眼睛也是睁不开的情况，因为现在目前大雨就是直接这样打在我的脸上，也是感觉得到痛觉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山头的台风呢，虽然说它今天已经变成青台，但是呢，在北部跟宜兰这边的影响呢，还是蛮剧烈的，而且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都可能会出现有大雨的情况。因此呢，现在宜兰这边呢还是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的等级，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。那现在目前我们就在宜兰的乌石港的这边，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港边的船只呢也都是已经纷纷的靠港停在这里了。好，那渔民他们呢其实也是有加强系这个绳子，就是怕这个渔船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雨势更强的时候，若是发生碰撞的话，渔船就会有损坏的情形。好，那现在目前在山头的台风呢，预计呢明天可能会变成这个热带低气压，但是可以感受得到现在目前宜兰的风势的雨势还是蛮大的。因此呢，明天呢虽然说不用这个没有放台风假要上班上学，但还是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尽量小心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情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台北棚内。